继续开会，下午业务执行。现在轮流蔡雅玲议员发言。蔡议员，好，共同使用是吧？对对对。Okay。大会主席张议员哈，现场写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啦哈。我想先来问副市长哈，副市长你是认真讲起来是杰出的企业家啦哈，杰出的企业家来到政府单位担任副市长的职务哈，我嘛真欢喜，你看到带动一波企业界的概念或者效率进来市政府这个单位啦哈。部长，我先请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啦哈。非常简单的问题，做生意啦，假设我含你做生意啦吼，我应该付予你1263万，对你来讲就叫应收账款啦吼。但是咱两个生意往来，有可能你嘛还阁付我一条，另外阁有一条，对你来讲是应付账款，哇，你还付予我30万啦吼。对你来讲，你的应收账款1263万，你的应付账款30万。安尼你个会当收偌济顿？你甲扣起就好啊。啊，扣起偌济？1263应收应付30万。啊，对。安尼你当个收顿偌济？1233对啊。1233。嗯。安尼个当收顿1233对啦吼。对。啊，你敢有可能讲咱做生意安尼吼？你的应收账款1233，但是可能另外一条我来斗三工30万安尼啦吼。啊，无咱拄拄的。你1263嘛，卖搞收啊，30万卖搞收，30万卖拄掉，付掉安尼使无？当然袂使咧，当然袂使嘛。啊啊、抬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生意无人做嘛吼，所以无啥可能啦吼。对。好，你听者。好。那我们这次追加减预算里面，地方税务局，局长，跟你请教一下，我们这次追加减预算里面，我看我们的税入其中有地价税3亿，对不对？这3亿主要的来源是什么？请局长说明。是报告议员啊，这次地价税的税收哈，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是今年才来的哈，那我看了一下去年的预算，就是我们原来预算的编列跟去年的实增数。那因为地价税的税收是相对稳定，所以我们就参考去年的实增数。编列来追加，那去年的实增数有到61.4亿元，原来我们预算只编了58亿元。所以其实简单的讲，就是按照去年的规模，再追加了30亿啦哈，三亿啦哈。我们编完还没有到去年的实增数，我们是因为预算数是58亿元。可是呢，我们去年的实增数就已经有61.4亿元了，所以我们今年加3亿，编完以后追加预算是追加完是60亿元。有没有信心达成？这个部分有信心。有信心啦齁。是。那你认为地方税务局的主要的工作职掌是什么？你认为地方税务局主要的工作职掌？税捐激增，然后做好纳税服务。税捐激增做好纳税，现在五月要缴什么税了？五月是缴房屋税。那地价税呢？地价税到11月才缴。所以我经常在看你们的工作报告里面哦，其实也想到很多清税啦、茶税啦，大概嘛加引金啦哈。是。那我看你们税入这次追加减也多编了3亿哈，但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哈，2月17号，104年，副局长你要听这还没有关的哦。104年2月17号，地政局给了一个函哈，给了一个函，大概就是说，我们这次在丰原灯会哈，简送永丰宇投资控股公司同意无偿出借本市丰原区等永丰段333笔土地，活动期间作为民众停车、交通接驳场地使用。这是今年的2月17号，你来了没有？27号你上任了没有？报告还没有。你哪一天上任？我是3月9号。3月9号，好，来，3月10号，这就更关你事了哈。3月10号，台中市政府发了一个函，正本给税务局的丰原分局，它上面是这样写：简送2015灯会无偿借用私有土地作为丰原灯区民众停车、交通接驳场地使用，
会请协助减免地价税相关事宜。简单讲，就是市政府发函，正本哦，丰原地方税务局丰原分局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永丰里的这块地要作为停车跟接驳的地使用，请你们协助办理减免地价税。这3月10号，市政府发给您了哈。那3月17号，换丰原分局发给正本给市政府哈。坐落永丰里等13笔土地的，我等麦哥点满了哈，同意104年免征地价税。3月17号，3月17日，市政府发文给您，叫您甲协助啦哈。3月17日，您同意讲这免征地价税啦哈。3月25日，丰原分局再度发函正本给永丰里投资控股公司。贵公司所有坐落丰原区永丰段313号D号等13笔土地减免地价税已案，经查符合规定，同意104年免征地价税，请查照。所以说，副市长这件你应该有参与到协调会，刚才你嘛有参加啦吼。3月7日，市政府发公文，吼地方税务局丰原分局告诉说这个土地要作为停车场，请你们协助办理土地税减免事宜。过一礼拜3月17日，您发正本，和永丰宇个市政府讲发正本，您讲同意啦哈，同意。3月25日，过过一礼拜，经查符合规定，104年免征地价税。局长，这块地的地价税一年要多少钱？你知道吗？报告议员，知道就是1200多万，1263呐、啊，就是我头头欠副市长迄条啦，都拄啊好计数，1263万的土地税，咱政府应该收的地价税，咱政府应该收的，结果伊来借咱用灯会停车场，到底这样到底要多久？我认为啦，2-3个礼拜嘛，我也不晓得多久啦。结果安尼，咱这条1200万公拢免收。就算哎，天底下有这种道理吗？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副局长，1203万咱该收的呢。迄认真讲个，这世间有这种处理办法的呀。主席，主席我，歹势。这东西归我们在。副市长，1263万，那个用租的了不起30万、50万，我们就因为这样子，找到了一个借口，找到了一个理由，这一年1263万一块钱都不用收，那这到底什么进户？这样对吗？副市长。拍摄你讲我有参加这个开会，那个不是我，你不是你吼，不是你嘛，要紧啊！你感觉咧，安尼有道理听有无？那恁该省1263万的税，因为伊刚借咱单位之间的停车场，结果讲来1203万，拢总免交税。用东西用的是技术性逃税啊！这有两种解决的办法嘛？好吧，你借我们一个月，我们总有个比例分配原则吧。我减你一个月税嘛，公道嘞，阁无嘞，规当中减嘞，再没有，也有一个办法嘛，动动脑筋嘛，我甲你做好唔？我都甲你做一个月准30万、50万，我付予你1203万，咱应该啷个收吧？啊，世间有这种的道理，用2-3礼拜讲公共使用，结果的也减免地价税，全免，副市长。你刚才我问你的，你应收账款1263，应付账款30万，你说要收1233啊，对不对？对啊。那现在你认为应该收多少回去啊？哇，所以照讲是爱看伊用偌久时间交迄个比例，这是对的啦。第一就是比例分配原则嘛。对啊。第二就是讲好啦，无我就用租的嘛吼。所以讲吼，我觉得我不晓得我们税务局编了3亿的追加。那么多人在做查税清税的工作，咱这条安尼就合一。全台湾是有多少笔这样子的处理方式？这样子合理吗？我告诉副市长、局长，
这个有点另类的技术性逃税呢。安尼我甲因讲，这造成什么问题？以后我伫台中市若有土地，我一年来交3000万的土地税，2000万的土地税，我就来想尽办法，看市政府一年12个月，看对一个月对一礼拜，要来办活动来借我的所在。哎，安尼我这土地税就拢免搭吧？对啊，这个不是技术，这个市政府是帮凶啊！我们的税金就这样子流走了，这样合理吗？再下来时间交给蔡玲议员。副市长，今天这个案例跟你讨论吼，因为你来自企业界，你是一个做头家人，做头家人对于生意的经营吼，特别是成本的拿捏、利润的掌控，会特别的有概念。我想咱的政府吼，也应该当成是一个公司一样在经营啊。咱这届编3亿的追加预算是有关土地税里面编的有地价税3亿的追加预算。我觉得我们的税对于这些一般的小市民锱铢必较，但是对于公家大财团，包括说他的公文在104年4月9号的这个文的第一项，依据台中市政府市长是103年9月24号公文分派单交下某某有利人士的立法委员国会办公室，我们不禁要质疑说，咱的政府到底是不是为财团而开？到底有没有图利财团之嫌？到底有没有内神通外鬼？他说：“讲咱的政府对咱的市民的税金一分一角拢扣到这么硬硬硬，为什么对于大财团这种技术性，我们市政府这样的放过？有没有图利财团之嫌？这个1200多万是多么的大笔？”咱的市政府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款的想法？难道说有利人士讲，我们市政府就可以这样内神通外鬼吗？这样符合公平正义吗？对吧？副市长，你刚才有说所谓的比例原则，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吼，咱扣税纳税是人民应尽的义务，但是不要把一些柿子挑软的吃，对于大财团就这样轻轻放下。副市长，我认为这样相当对一般的市民来讲不合理啦。难道有利人士透过大财团，他们就可以这样技术性对于我们的市库，那哎，咱的市库1200多万嘞？副长，你先请坐啦。所以，本席建议，咱的市政府不应该再当冤大头，该缴的税要。该查的税，该缴的税，对于这些财团，绝对不可以有内神通外鬼之事啊！那接下来请张玉燕议员继续质询。主席好，嘿，吴局长，底下咱税务局哦，底下业务报告中，地价税到3月底哦，清查总共13000多件嘛，对不？啊，改课税增加1亿500多万嘛。换句话说，有13000多件的民众爱荷兰税务局扣，平均增加7800块的负担嘛，对吧？啊，那但是单单对永丰宇来讲啦，咱税务局是不是都放水1200多万的迄个意思？这是不是摆明了迄个抓小放大啦？吴局长，你讲一下好不好？好，我说明一下哈，就是地价税它的课税哈，它是用一年来看，就是它没有办法去用期间来比例计算。那现在其实对我当然谢谢议员的提醒，那未来就是说，如果市政府还需要跟民众借用地的时候，我们会先试算好说，哎，这个到底我们地价税的成本多少？如果用租的比较划算，我们会再提醒。吴局长，咱拢真用心嘛，你冇迄个方案嘛，所以无啦，本席是要甲咱吴局长讲啦吼，就是讲咱真多了那么多的人力跟物力吼，去加强迄个查税哇，竟然比征税要少了30万啦。吴局长，本席只是要求讲吼，希望咱回归到检视这个个案吼，税务局要多一点同理心啦，卡在咱市民这边安尼啦，拜托咱吴局长。啊，接下来时间投了，还是谢志忠谢议员。有定。你虽然拄啊来啦吼，啊，这件代志事实看起来那叫公文，去年的9月开始就有这件事了哈。那另外你们也核定了那一块地给北科大用，也核定了部分的免税哈。你们依据的是土地减免税则的第8条第1项第10款，我知道了哈。但是我提醒你一下，
后面所称之学校一期文艺系指军事学校，它是军事学校吗？它不是军事学校、哦、那你们怎么可以依据这一条来减免他们？它是军事学校吗？我觉得剩下十二秒了，我也讲了哈，局长，你们去把事情搞清楚。我们要求调一百年到现在所有公共依据这一条减免地价税的个案，全变。好，以上是蔡雅玲议员的询问时质询时间，接下来是陈世凯议员的质询，请开始。好，好，合并使用。好，好，好，主席，我们市府的同仁以及我们媒体先进，大家午安，大家好。那本席想先问一下我们的农业局局长，我想请教一下说，局长，你知道我们全国再生稻的种植面积是多少？然后我们台中市的种植面积是多少？报告委员，全国的我要再查一下，台中市的大概有5000公顷，5700公顷啊，好，好，那它占了38%，占了全国38%，表示说再生稻在我们台中市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哈。好，那请问一下，农委会在去年宣布说103年这个再生稻不在采，就是不在公粮的这个政策下面，就已经不在保价收购，对不对？是。好，因应这个人的措施，我想去年台中市政府有补助，直接补助给这个再生稻的农民，对不对？他的补助方案是怎么样？1公顷，加码12000块钱。总共补助了大概将近4000公顷，是，那整个方案总共呢大概4000万左右，是，包括其他的方案，它也搭配那个种植景观作物、绿肥作物的加码，总共去年花了7000多万。7000多万，你觉得这个预算在你们的这个整个农业局运作上面会有困难吗？包括议员，今年的预算里面没有编这个项目。那请问一下，去年它是在本预算里面吗？不是，用不是嘛哈，追加的。那请问一下，今年我们要不要补助这些再生稻的农民？包演，我们正在评估，正在评估，什么时候会评估完成？这个再生稻，我想第一期的稻作什么时候会收成？6月。6月哈，那现在已经5月了，对不对？是。所以即将他们要面对要不要做再生稻的这个选择，那我们的政策什么时候会决定？包演2个礼拜以内。2个礼拜以内哈，可以不可以缩短到1个礼拜以内？我们尽量，我会，把方案评估送给长官核定。好，你要知道哈，如果你不赶快决定，我们的再生稻如果不补助哈，我想我们农民完全不知道他要何去何从。所以我们本席要求，在1个礼拜之内，希望我们能够赶快确定我们的政策到底要不要补助。好，我想如果就这个农地，1公顷补助12000块左右的话，大概只要4000万。我相信这个在你们局里面的预算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困难，所以本席要求我们要照顾我们农民，而且你要知道，种再生稻的大部分都是老农民。请问一下，如果你们不补助，那你有什么样的措施吗？我们有3个方案啦，在正在怎样的3个方案？嘿，一个就是不补助，一个就是照去年，一个就是会依据农粮署的一个计算标准，他认为，再生稻跟一起做公粮收购的收益差价大概是8000块。是，好，这3个方案我们评估好，又会请长官来核定。好，那你们有没有要想要让他转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有，就是接下来的款项，我们就是配合我们的，海线的二期再生稻的气作气缩转做，转做大量作物，什么的作物是来。推动，那我们希望他们转做什么样的作物？初期希望从主要的杂粮作物就是大豆、小麦、薏仁这些来转做。那你觉得在我想最重要的是海线这个地区了哈，我想台中是最重要的再生稻在海线嘛哈。那针对海线这个地区，你觉得它转做哪一个作物会比较适合？目前台中厂有在海线试验过哈。我们海线二期来转做大豆其实是 OK 的，大概1公顷可以有2500到3000公斤的收益。1公顷有2500到3000公斤的一个收成。好，那你知道种植大豆它每一公斤的成本大概多少吗？每一公斤的成本
如果要看是有没有包括后置啦、哦、不包括后面的人那个人工管理，应该在十五块左右。十五块种得起来吗？如果是大面积，我需要是大面积，然后统一动作，包括资材的使用。好，当然是我这边找到一个关树教育基金会它的资料哈，他讲到一个台南有一个黄玉仁，这个是台南的一个农民哈，他这边有做一个调查，那无人工筛选的成本，我跟你讲，一公斤是39.5元。好，如果包含人工筛选成本大概是53.5元，那你知道我们契作的我们的收购的价钱是多少吗？契作现在的规划是，我们会比我们的规划是一公斤会多3到5元啊。所以，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刚刚算的话，你大概一公斤是18到19元，所以你收购是20元左右吗？我刚刚说的是。大面积，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农民，他有100公顷、200公顷用机械的。你想想看，在台中市的海线地区，有那个农民有100公顷、200公顷的面积可以种大豆吗？有吗？你可以举一个例子跟我说，哪一个农民他可以有100公顷可以种大豆吗？不要说台中市的海线，全台湾有100公顷，有一个农民有100公顷这样大面积的可以做吗？在台南有，台南有是，台中有没有？台中应该目前还没有。那你跟我讲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我们跟议员报告哈，我们的规划当中，如果农民转做大豆的话，我们规划的所谓契作契收嘛，契收部分我们会保证它比种再生到一公顷还是会高于10000元的这样的规划的标准。所以不管它成本多少，你都一定最少还有比再生稻的收益更高10000元吗？是是，我们一定是这样子吗？是，我们以这样目标来在规划中。好，那接下来我还要问你，你知道农民要转作的意愿高不高吗？当然，因为这个政策刚好才在进行嘛，我跟你讲啦，跟院长你是农业博士啦，本席刚好也是农业系的啦。我们在读书就知道，要让农民来做转作，那都是理论值啊。农民做了一辈子，他种习惯种水稻，你要叫他突然改变一个作物，我想这个困难度，我想博士应该要比我这个读大学还要了解很多啦。我是农业推广的，我当然知道这很困难度很大，所以跟议员报告，今年我的目标就是先看能不能推100到150公顷。所以今年的目标，我们希望推100公顷，对不对？100到150公顷，整个台中市吗？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当然，目前有意愿的农会大概是大肚、清水、五期，我们还是找农会来配合，对不对？是。会有100公顷吗？确定有。确定有。如果达不到的话，你要负责吗？因为这个计划，我们也是跟台中市农会来。你要负责吗？好，我负责。你怎么负责？如果达不到80%，你怎么负责？很难，对不对？你要知道，你讲的那几个区，只有大肚它是适合种大豆的，因为你知道大豆的它必须要再去评选那个它的农地，因为它不能够积水，它只要下雨积水，它的大豆就没办法收成，你知道吗？我知道，所以局长，你的答应哦，你自己说你要负责的哦，我叫你不要答应太快，不要到时候你会出状况哦。所以本席建议你还是好好的去了解。不要说一下就说你100公顷到150公顷，我想我们很希望农民能够得到你们的补助，也很希望农民能够借由这样的转作得到更好的收益。不过我想政策要落实，一定要好好的做好研究，而且要真的能够落实，让每一个我们在台中市的农民都能够感受到，好不好？好的，好，请你加油哈。那你刚刚说过你要负责哈，加油。来，我把剩下的时间交给我们陈世凯议员。好，谢谢哈，大家午安。这个牌子哈，副市长，为什么伊要写海线农民何去何从？你敢了解？你无了解对不？你唔知影农业啦哈。我先跟你讲，全台湾呐哈，有38%的再生稻是种在台中，
而台中大部分的再生稻种在哪里？种在海线。也就是说，再生稻的补助有没有影响最大的农民是在哪里？是在海线。所以副市长，我要跟你讲的是，这个是跟预算有关系啦，哈。当然，农业局长有他的政策方向，但是预算的部分，副市长你要去努力。过去在上一任的市长，他知道选举搞啊，海线农民真重要，以再生稻有补助。但是咱这林，咱的林市长，我怎样以更加重视海线农民？所以这个部分的补助，我知道农业局想要说改种其他东西，这个是辅导，但是这一块，副市长。我要给你拜托，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海线的乡亲去争取到海线再生稻的这块补助。副市长，你有法做到无？有没有办法做到？我真的要去了解你，我搞不清楚。所以你不了解嘛，哈、嗯。所以您起户一定要朝这个方向来帮海线的农民，好，请坐，谢谢。嗯、好，过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除了我们刚才在问的再生稻之外，也跟我们农业局其实还有其他局处都有关系。我们要讨论的是我们的花博。今天早上很多的议员在质询花博的问题，我也要来质疑一个问题，现在的花博是需要被抢救的，为什么需要抢救？我带来论述抢救花博啊，到底做不做得到？抢救花博到底做不做得到？为什么我们说花博需要被抢救？农业局长，我讲一个我给您书面质询你给我的数字啦，哈，2014年，也就是去年，我们花博的预算编列了1700万，但是局长，去年的1700万，你们总共也才执行了710万，也就是说你们的执行率哦，1700万只花了41.7%，去年在花博这个上面的执行了41.7%，执行率已经有够低，吓死人的低。但是另外一个数据，副市长您可以填话吗呀？绝对更吓人，花了41%的钱，710万来对，你们有65%，也就是460几万是花在哪里？国内外的行销参展。亚迪徐工，去年所花的710万，里面有60几%，超过2/3，连是提出去佚佗呢。讲到拍天还是佚佗，讲到好天我就参展。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的花博的进度是不是严重落后？局长，让你来回答，我们花博的进度有没有严重落后？你回答之前，先让副市长先回答。我怎样你准备讲？我你讲。目前进度是不是严重落后？需不需要抢救？真的严重落后，而且需要抢救。但是你也在头前一年，我前接到了吼，局长叫我来负责接线了，我才发现讲，哇靠，要进前一年无啥点动着，所以我同意。议员，你讲诶，真的要抢救啊！我们现在真的很认真抢救呢。刚刚无眠无止息，看过了，真的是抢救。你咧讲真的需要抢救，你多嘛点到一个重点。对，过去的医生无执行，是不是前一任市长的问题？难排泄安尼讲啦，啊，我即要真正接到了就开始认真啦。啊，我确实嘛看到我头前是只一段时间无点动。你有想要救嘛？对，啊，救会起来无？啊，无救嘛未使哩啊！啊，救会起来无啦？认真一定救会起来，迄所以救会起来是看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我即摆大概交通啊基础应对，我就开始拼。我真正包括即个企业，我讲你个大块去拜托拜托大块去，真的要抢救，那我们也想要抢救啊！我信心应该要抢得起来。好，副市长，谢谢，请坐。好，农业局长，我直接问你一个问题啦，哈，很重要。我们花博的第一步，据我所知是2018台中国际花博花卉博览会。的整体规划，这个整体规划理应在去年就执行完毕。请问一下，花博的第一步，我刚才在讲的这个整体规划的部分做了没？导演，这个整体规划就是我们早上黄野有问到的所谓基本规划是一样的，不过去年并没有执行这项任务，所以我们在也就是说，你现在要跟市民报告的是，花博在台中市已经喊了1-2年的时间。甚至2-3年的时间，到现在我们第一步还没踏出去，对不对？是，所以我们在接了以后，在今年2月赶快把这件工作把它执行出去，然后正在进行这项业务。好，现在是需要被抢救的状况，我希望你们要先就责啊。过去为什么花博办公室组下去之后没有进度，做不了什么事，全部都几乎所有的预算拿出去玩，拿出去参展，你们要先追究责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你目前你说你救得起来，救得起来是不是救得起来？是，有信心吗？这个东西关系到林佳龙市长的连任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们一定要救起来，可以的哦。可以，好，谢谢。啊，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王立任王议员。好，那我想关于花博，我想从上一任到现在，虽然我们的现在的林佳龙市长是刚接任了，好，不过我想所有的过去我们都要盖瓜承受，所以市民看的是我们台中市的执行能力，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我们一定要赶快把花博救起来。我也知道说我们过去关于这个人力的编制很少，那把所有的机会花比较多的部分是参展的部分，所以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市政府赶快加紧脚步，赶快迎头赶上，给大家看到一个好的花博。好，以上是陈世凯议员的质询时间，接下来由邱淑贞议员质询，请开始。哦，感谢主席，我们吕局长先请坐哈，等一下再请你回答哈。那我们台中市的建国市场啦哈，之前哈我们主席也有去那个会刊啦哈，去考察哈。那建国市场哈，它是在1972年来落成启用，到现在也已经哈，到现在也已经43年了啦哈，43年了，可以说是我们台中市的一个指标啦哈，它可以说是一个指标。那是一个我们也是说也是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这个传统市场哈，它里面的生鲜呐哈，这些鱼肉啦，海产呐哈，那数量他们每天的这个数量可以说很多，价格很便宜哈。那在2012年哈，我们配合台中市都会区铁路高架化哈。这个跟那个台中火车站特定区的计划哈，那现在要把我们的建国市场迁到我们的4116的市场用地了哈，市场用地。那现在地方人士可以说是很殷殷期盼的新的建国市场，说可以说赶快来完成哈，来进驻。但是本席发现说最近很多问题哈。那之前哈，2011年的五月，当时的市长他就会刊了这个台糖用地哈，他曾允诺说建国市场迁建案2012年元旦要来动工哈，那很快的那2013年那要进行搬迁，但是哈，可以说是到后来也是在2013年的这个2012年下半年才动工了哈。要到2014年的1月要进行搬迁，但是到现在也都没有都没，所以在去年哈，在去年可以说是这个民那个市民就用选票来表达不满跟抗议的哈。那我也希望本席说，希望说那个我们吕局长哈，你要加油啦，不要让那个我们林佳龙市长来漏气啦哈。那局长，我想请问你哈，那什么时候可以正式的来启用营运？那目前的进度怎么样？看你的那个业务工作报告哈，是今年的10月要来市场，这个市场要来搬迁，那你请你说明一下。啊，主席，好，谢谢邱议员哈。我想我们现在目前也有一个专案的小组，我们局里面有一个11个人的这个工作小组，每天都在盯，每个礼拜都有一个盯进度。那就整个整体的我们经发局所负责的这个工程的部分，我们大概再过几个礼拜之后就要来完成了。好，那当然这个中间未来这几个月里面，当然就是说因为搬迁需要协调，那么刚刚其实早上有很多议员都关心到一些细部内部的一些部分，我们要来做处理沟通等等部分，所以现在目前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倾听摊商的一些意见，所以整体搬迁的部分当然要配合周边台糖区段征收的相关工程，是不是已经配套都 OK 了，这样来搬才有意义。所以我在这边非常诚恳的跟议员报告，就是说整个的规划我们当然希望还是在年底，当然这还是要看周边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建设能不能好，那好的话才会有生意，那有生意的话摊商过去才有意义。对，那我们知道哈，我们现在新的建国市场哈，
可以说花了我们市府的8亿2000多万元的经费了哈。那请问那个我们局长吕局长哈，那现在我们建国市场的规划的各楼层是怎么样？八亿哈，主要的5个区都生意都是坐在一楼了哈。那么2楼基本上它是一个猫道的一个设计啦，因为我们是一个未来定位希望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市场。那么3楼开始3、4、5哈，5楼其实就是顶层，都是做一个这一个停车场的一个设计。那当然3楼的部分，我们现在目前也会视需求的调查来设计一些冷冻的设备。对哦，你说到冷冻哈，那本席最近接到说，是这个冷冻哈，我们也听到说是要委外来经营，那这个冷冻设备是我们经发局来做，还是由那个委外的厂商他们来做这个冷冻库？营运当然是希望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团队啦。那么设置本身来讲的话呢，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弹性的调整。市府来做这个冷冻设备也不是不可能。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希望就是说用专业的团队来设置跟后端的营运。那等于说是就像外面讲的是这个是要由外面委外的厂商来做的。但是市府会做到最完整的一个监督的责任，包括他的管理，包括他的收费标准，我们都会严格的监督。对啊，那个等于说你2、3、4楼那个是要做停车场用地，那你这个冷冻库要做在哪里？我们会预留一块适当的地方，那在3楼的部分基本上跟车道是分开的，所以动线的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不是夹层哈？不是。哦，如果说夹层，那我们也要考量那个安全性哦。哦，好，那现在哈，本席也要跟你谈论，有之前哈，那有一些这些摊商哈，都去我的地方哈，那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说这个他们这些鱼贩呐哈，鱼的哈，他们之前的，我们一再强调说，我们要给的那个位置，就是说，照他们的旧有的那个尺寸哈，面积多少我们就给多少。但是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原来是3米宽、3.5米的深度，那现在，我们市府给的是2.5米宽、3.5米深的深度，那现在这样子就不够了哈。那他们这样子，他们的冷冻库哈，要移到新的地方，他们等于都不能用，整个都等于都要重新做新的。那这个是他们说这样子，光他们这个渔区哈，他们就少了20个，多了20个摊位，等于说把他们的位置挤掉了，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我想在整个过去的过程中间，我们都有做过一些协调。那我们最大的精神其实就是符合原本的一个契约的精神。那当然，图面当初的设计跟现场看，多多少少的确在视觉上面会有一些落差。我也知道摊商他经营的一个特性是希望面宽比较宽一点。那这部分来讲的话，有关于这个冷冻设备是不是原先的冷冻设备没有办法放置的问题哈，这个我们当然还会尽最大的诚意来跟这个摊商老板来做一个协调。那其实我们也会去考量说，是不是在周边的一些相关的地区，或是说我们3楼的部分，我们来做一些调查，来看是不是用公用设备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可能大家的不方便哈，因为这样子，你看他们115个摊位哈，那整个这个冷冻柜都不能用的话哈，他们要损失差不多2、3、2、3千万。那如果说我要去做新的，那做一个新的说要7天，那100多个，你看他们根本都来不及哈。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这个也要列入这个考量哈，说到底要怎么来补救？像刚刚我们局长讲的哈，要把让他们说能够进去很好的一个环境，那能够让他们有钱赚哈。所以我希望说这个都要把它考量在里面，而且请播放一下。哦，这个之前哈，我们那个去考察的哈，你看那个旁边下面下端哈，那个
水沟那么小，哦，水沟这么小，那个等于说他们每天的那个鲨鱼的那个哈，哦，数量相当的大了哈，哦，因这里面摆这个排放这个那个鱼腩水了哈，啊，甚至讲那个。甚至有当时哎，有一些内脏啊什么的没有清理完毕，也都会到水沟里面去，那个深度也不够，宽度也不够，哦，所以这个，很容易就是堵塞的，哦，那如果堵塞，啊，而且他们就是一直冲水，他们这个鱼的方面，鱼区的方面，哦，他们整个会一直冲水，那整个环境都会很糟糕，所以我希望说这个一定要来改善。这个。我想这边再跟议员做一个说明哦。那事实上，建国市场我当然知道是说有一些零批的一个功能。那生鲜零批的部分，我想哈，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一个排水的部分，我们分为小道跟大道。小道其实大道已经有到差不多25公分左右的一个宽度了。那以这个鱼市场哦，批发市场来讲，它宽度大概也就是比25公分稍微再大一点点。那我想我们会在验收的阶段去做一个最大水量的一个测试。那当然这个也必须要跟我们的摊商老板们再做一个沟通了，因为哈，这个现场鲨鱼、清内脏等等这一些的哈，事实上这个的一些营业的一些。他的做法也必须要有一些协调了，有一些改进这样。没有，当地是这个观光的市场。没有，我们是咱坐伫办公室，咱唔知因伫现场咧买，有影我拢有咧行菜市啊，所以我知道，嘿水的用量足大，甚至他们也说要求能够多用那个把他们弄几个那个水塔，无到时这个水量嘛无够哈。而且你看那个柱子哈，这个鱼的地方哈，这个柱子哈，因即马达刚咧抢迄个水，迄鱼啊拢是咸的啥哈，达刚安咧抢，他们说希望说能够用吊的吊挂式的，会较卖改用这个鸡啊。达刚安咧抢的时阵，他们说容易腐蚀，哦，会凹起，凹起的时阵反正是规个慢软。好，哦，我这个是他们的建议，当然我们不是那个业者，我们也不是很了解。他们多年的经验给我们，好，哦，是不是？咱爱跟人够多做协调，好，哦，啊，这像你看，他们明天也又要开会了。哦，我嘛大概为了这建国市场要搬迁哦，他们明天自治会说又要联络我们要去开会，还有我们的副市长，还有我们的官员公五郎公安的啦，我不晓得是谁哈，哦，跟他们讲说，恁爱去抗议啦，你们要抗议啦，哈，哦，抗议起户才会给你注意啦。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应该，工地内来抗议啦。所以他们昨天，前天去跟我讲的时候，他说，如果说真的，我讲这是起户是头家呢，啊，恁是该做的，你们一定要配合啊，好，哦，无到时，我要买个给恁签吼，恁到时嘛爱搬啊，啊，恁那安尼未通啊吼，伊讲别紧啊，我那给阮搬落去，阮生意做袂对，我们每个礼拜，阮都物件摕来结鸡卵啊，逐礼拜来起户。甚至讲有咱的官员哦，嗯，哦，所以有当时我拢听讲吼，市长安尼认真咧做吼，啊，就是有一寡吼，安尼咧甲因讲，恁快紧来，恁都带来抗议，安尼大事才会解决啦。吼，哦，我感觉吼，这是很要不得啦，吼，哦，这点爱注意啦，吼，哦，讲这很要不得的。吼，哦，因讲这快紧啦，我们也那无甲阮讲好吼，我们也会，我嘛阮的做法啦，吼，哦，吼，我感觉是哈。哦，所以这个要协调，当然他们讲的有嘛有因的道理啦，哈，是不是？咱爱来跟因讲，是安怎样？啊，未去把以前改善个较好的环境，好因来当去把大家。当然，我们都希望说因来当看起嘛。啊，那好，啊，像你那个局长你讲的哈，我们就是要朝着说是观光的哈这个市场。那当然，我们环境更要好啦，哈。这是一点一点哈，这是必要的哈。我希望讲这那个哦，当然，那停车空间应该都没有问题吧？停车空间，我们现在是有812席的汽车，那么有1000席以上，1018席的机车停车位，所以我想机车停车位基本上应该是够的。好，那现在一般也在质疑说哦，我们要委外给那个特定的对象，有这类公款吗？绝对没有特定的对象。这样子哈，那我希望说哈，请你看单呢，我今天还收到一个开会的协议哈，还说什么
场外交易要给他合法。看我这条这类、个、例，在那个我们的那个铁路局的宿舍这些，哎，不是宿舍，在就是在我们的那个高架桥旁边的这些场外交易，你场外交易哪不出力？为你看我们的那个新的建国市场不成立的。这个我们正在由本府的其他相关单位跟这一个财政部以及交通局交通部在做协调。基本上市场搬迁之后，原建国市场周边的一些，它会进行区这个分使用分区的变更，所以那里是不准有营业行为的。对，我希望恭喜哈，我们也是要朝着那讲咱即马新的站体出来哈，啊，铁路高架化后哈，我咱的。咱结合咱的东南啊、中西区这些发展起来哈，啊，我们希望说一点爱好市民啊，也是讲咱外口有一个真好的这个空间啊，唔好讲够像安尼是脏乱啦。当然，以上是邱淑芝议员的质询，接下来是何文海议员的质询，请开始。好，感谢主席、副局长、一个主管，我们新闻媒体、大概午安，大家好。副局长，哟，我不是要质询结构企业啦，我看到结构企业哦，你看、新的结构企业，你看，大多你看到什么状况？高雄光市场、国际市场，哎、欸，搁那放一下看一下，我是不是结？我看到这跟这，那烂运营，来，再报一下。运动要写去啦、那個！啊，你看麦，写去啦！副局长，世界去遐济啦，每一个国家的亚旗啊、黄金旗啊、跳蚤市场看有够济啦，唔捌看遮歹，拄啊咱即马台湾，咱结构旗啊，去遐一栋的一个。我跟你讲者啦。啊，我跟你讲者。这真正看到吼，讲咱台中市的水准，台中市这个水准是安尼尔啦。哦，我是做公共企业啦，也不会的。不过看到，但拄啊邱淑贞议员咧公共企业，我看到迄种景象，讲啊，这是咱台湾的水准，台中地的水准。迄也未做事啊，去哩啦。所以你就看非常非常歹啦，非常非常啦。迄咱都改进。哎，不是我主题啦。好啦，我是讲今仔日啊，爱有眼光啦，对不？哎，起到够歹啦。哦，看你安那装，我看了啥走歹啊？拢剔骨安尼摆几摆啦。那个副市长，你是一个企业家啊，也是我们的工厂也是在工业区啊，我们的工业区一期、二期、三期，你的工厂是第几期？一期、二期嘛吼、哦，啊，你是民国几年起的？77，77嘛吼、哦。我买第二胎啊，第一胎阁愈早吧？有第二期的时阵，当时开始用买。你讲第二期？无啦，我买的是第二期啊，当时你第二期买咩？我第三、第二期77年买啊！啊，进前当时完成未？我印第二期才74年啊，印象中。啊，那第一期我愈早。哦，愈早，第一期可能60几年啊，60几年。哦，今仔是咱要讲到一期、二期、三期，搁什么延期啦？对。我咧讲说，咱台中市政府啊，咱政府啦吼，不管中央地方啦，嗯，拢是伫土地厂商，吼、哦。你不好嘛？我厂商是爱土地厂商，你听我讲，今仔15分甲你探讨者、工业政策。今仔个工业区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面积将近超过500公顷啦，吼、哦。500有啦，一二三。超过，超过。当初的征收啊，拢、算100块的啦。对。啊，地主征收啊，以前种甘蔗、种一挂拢种番薯啊，也无水产，对不？对。结果征收来给厂商嘛，厂商是用较便宜的价钱啊，买到工厂用地啊，来起工厂，创造台湾奇迹啦，对不？啊，政府在恁鼓励，恁平啊来讲会清啊，啊，拼经济啊，赚外汇啊，对不？一期、二期、三期吧。唔过你有跟我讲，政府在咧啊支持厂商、厂商。这政策是对，还无唔对。唔过啊，你想讲，遐地主受害防征收期遐人，领100块、领1000块的啦，一到地
王征收去买一间厝啦，可能阁无加阁贷款啦。哦，当初的啦，哦，迄阵咧正常。当初阮家去王收一平300块。啊、对，哎，你都知吼，一二三，即摆话金密园区较尾啊嘛吼。吴志强上自豪就是讲，我若上少若创一个金密园区，对无？伊有工厂一支支支啊，真爽啊！伊讲我刚好苦恼。做十多年，然后创着工业区，所以今仔个工业政策，我要讲啥？嗯哼。土力厂商尔啦，对工厂才好诶。啊，这无歹事，政府做工课就是爱道理吧？道理厂商也好，道理百姓也好，唔过啊，咱个都道理厂商尔，无咧好着地主，好着。咱来劳工，所以讲今仔日独立厂商啊，剥夺地主，压榨劳工，目前即马是安尼啦。咱政策出来是安尼。当初我想讲，迄时阵啊，我讲用租都卖卖，用出租50年，时间要到，拢收倒来哦，拢大龙市财产哦，即300-400家大龙市的财产。要来卖顺哦，几啊千家，几啊千亿啦。所以今仔日我咧讲是讲受害的地主啦，被征收嘛。你若是受害者，不过你有受益佮受害啦。我300块一平，我30000块买都转来，我算受害。啊你啊，即摆唔啦，即摆一平20几万，所以对你来讲哦，有好有坏。对了对了。所以你拉平啦。啊，若无去识请的人咧，200-300块。300-400块征收，没有受伤。劳工上可怜劳工啦，要调薪，我都唔愿调咧。你要大唔大，卖大，工人满世界，进外劳、进太劳、什么劳，对不？工人、劳工啊，无未下拜啊，因为满世界你歪大满世界，所以我就讲合理无。有合理，爱来，怎么想办法？啊，那工厂这几年啊，工厂不是无赚钱哦，我们的出口哦，拢是成长哦，每一间公司拢赚钱，不是了钱哦。不过嘞，咱的工资无起啊，因为工人太济嘞，你无爱大，别人要大，无迄条件。所以我讲，我们的工业政策是失败的啦。今天如果40年前、30年前，在开发一期、二期、三期的时候，通通不要卖，用出租的。现在财产拢要是台湾市政府的。对了，对了。我现在来算未回你哦。对对。好来，啊，那就讲到金密园区最后一期的工业区。啊，咱吴志勇市长上自豪的啦。这啥啥无？挂羊头卖狗肉。你呾？读过嘛哩？迄个什么区？金密园区的正名啥？就金密园区啊！你说正名是金密哦，加长嘞啦！啊，迄个啊，金密区这个是哎呀，科学园区哦。对。迄时阵的条件啥？哦，爱有烟花，爱有啥物碗糕，这样入来嘞。啊，当你以后你想知啊？哇，入去的，甲伊当初的。这个科目够下，卖讲拢无下啦，上少5-6成有下啦，卖讲无3-4成拢无下啦。翻山叫重入去，消防啦入去，啊，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哦，都爱什么抽刷抽箱，爱写报告，爱写哦，一本遐本，写愈大本来愈无入去。嗯哼，唔是你看迄啦，看后壁啦，后壁入来迄啦，对不？足济在咧拜托。你有人帮忙啊无？我迄当阵还袂做理事长，所以无甲拜托。我家己都无再来入去咧。好咧，好，你都无去迄个。我都无去。你唔是乌水搞大挑啦？对啊。大挑通通有奖，无一间无诶。陈先局长知影啦，廖陈先咧上主签诶哦。啊，林先生啦，我讲唔对，诶，更正一下哦。林先生老大只，即算我啦五年嘛哦。迄、那个林伯龙、张主管、张文英、吴志强，即个啥嘞？所以我讲这压力无，
啊，搁一个，当初是什么园区一地要做啥？要考啥？会馆中心啊？哦，啊，怎么提大起来了？马英九来大力光啊！结果迄地要，什么园区迄地要去？要去，咱当初要去的时阵，大遐的厂商讲，阮这地吼、哦，要做会馆中心，啊，要接待中心，内面有啥，搁有啥，画杆啊，啥哦，足精彩。结果呢，他输一个马英九总统去大力光参访，大老板啊讲，报告总统，我土地少了一块，没关系，我替你想办法。我旁边空空的啊，这全部给你吧。一个好人家，到底是送的还是买啊？那个军化局长，你来无外久，你无啥知？你知无？不可能送啦，卖卖啦，卖啦，送啦，卖啦。送还是卖？是卖的。我租售的啦，是怎么可能卖的啊？啊，当初的就是讲好的东西，就是会馆中心，怎么变为工厂用地？你要哪样变？这个八院当初是有这个是精密机械科技创新园区一起里面的产热用地。那当初的确在胡市长的时候是有会展中心的那个规划，但是后来我们也觉得说，其实那一块哈，它量体其实不上不下了，做会展中心其实也还是太小。那我们后来其实是把握住整个精密园区厂商对于一些商业设施满足他需求的最低的条件底下，当初才有做了那个动作，割出大概有三点多是卖给大力光这样子，还留大概一点多。啊，你之前讲到天花乱坠，啊，结果就拢无照恁当初讲的，啊，什么一个财团一个总统来就变质哩，对吧？所以啊，这那是拢是。啊，挂羊头卖狗肉了。哦，讲到我要做会馆中心，即马讲啥物？总裁唔敢讲，因为着总统要求啦。啊，大力光股票较悬啊啦，一张就爱300万啦，400万啦。啊，唔是拢个，唔是独立财团，对不？我看这啊拖登来啦，那个金发局长是，上换你啦，那个把他要回来啦。没他要回来。政府吃好玩啊。答应人家东西变成卖给大力光，对吧？那个我开不出钱。八议员哈，我们市长的确是有指示，剩下来的这些产业用地哈，就是比较属于做这个周边园区的一些设施，基本上都是朝只租不售的方式来规划。你都30公顷好难去啊？那一平卖多少？大概剩下差不多1.6左右。卖给大力光多少钱呢、啊？别听讲卖20几万啦，我听伊讲啦、啊，我这是非官方数字啦，我听到是20几万啦，我哩讲。啊，这无利啊，对不？啊，这无利，咱都要共讨到当嘛，无利，我是要哪做？拍官司哦，我喊你去判啊！哎呦，事有可能，你嘛明早无可能，咱去做嘛去，我当然啦，咱两注定。我市长，你卖袂拍着，你惊你惊啥？你要惊财团啦？不是驚財團啦，咱要驚合理啊，好不好？什麼合理？我倒無反對，世間無合理的東西啦，有人的體制啦。那馬英九來講一句，像咱做一世人啦，啊對不？對。這樣哪有什麼？對啦。世間喔，無咧道理的啦，有人的就道理啦，無人就無理啦，對不？你今仔日朱立倫去大陸，要幹嘛？伊去阿啥，头摸一摸，讲要选总统啊。嗯哼。因为伊也无点头，唔敢选嘛。对。对啊，叫习近平头摸摸咧，阿公选总统好吗？好，可以，你可以选区长，台湾区区长，对不？唔敢选布，怎么等下敢要选布？你那个什么九二共识？九二就没有共识啊，共什么事？对不？九二共识，共啥了？后壁拢无讲啊，讲九二共识，对不？你看这么等来，这么那黑啊嘞，人讲诶，外国媒体讲安尼都一中为前提啊，对不？终极统一嘛，伊都讲到这边，人外国记者听就是安尼，反驳，啊无
啊，无是安怎？外国媒体看个呢，等下反驳啊，好。你所讲的内涵就在这样，对吧？最终统一，终极统一。啊，个伊讲咱安尼，甲咱当初讲的吼，一个宪法吼，无违背啦，对不？一个中国没有违背，因为咱中华民国，也是中国国民党，中国人民共和国，对不？伊等下解说安尼啊，啊，你的看法呢？胡局长。这个时阵敢会用讲这个，我唔知啊。我实话，我用该讨论真济，但是这个敢会用讲这个？惊啥？不是惊啥啦？体制你这讲这那个无啥适当啊。哦，体制啊。我实话用该你开讲这个，咱实话在开讲啦。但是我真的时阵，迄都未使讲你。讲啦，其他你即摆你政策是啥对无？无啦，我们即摆台湾是何去何从？咩啊行？你反讲。在地方你再讲啦。啊。你话这样讲，这样，迄地方政府讲啦，哎呀，哎呀，哎哦，无代志啦，免惊啦，啊，啥物惊？啊，你甲看即个灯啊，你看，你的评论是安啦？诶，讲真个啦，我今日副市长是只要解决市政的代志，你叫我讲国光的代志，主席爱讲什么？这那是爱探讨，拢爱这国家政策嘞。我再跟你探讨啦。啊。够了，你们咖啡了，好，谢谢，谢谢，谢好，以上是何文海议员的质询，接下来轮到陈淑华议员，请开始。谢谢主席。我想台中花博哈，从101年，那么胡志强市长争取到这个主办权的时候，其实就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当时呢，也被提出来说，其实台中市所争取到的，并不是所谓的 A1 级，是这个 A2、B1 级，就是说我们只要缴钱就可以办的。那所以这也难怪当初的胡志强市长只花3分钟就争取到所谓的这个花卉的博览会。那么现在本席也发现，本来这个中央信誓旦旦说要把台中花博列入国家重大建设计划，那我们发现说台中花博列入国家重大建设计划是在103年的11月27号来列入国家重大建设发展计划，是不是，王局长？那我想在这个很敏感的选前投票日2天才把台中花博列入国家重大建设计划，我不知道这个中央，我不晓得这个马英九的头脑是在想啥，我不晓得说他是要帮胡志强呢，还是要害林佳龙。那么在这里我想要请教那个农业局王局长，请教你，之前我们市政府有成立一个所谓的花博办公室，那么现在这个花博办公室的运作状况如何？报告员，之前的花博办公室主角是丁锡庸丁顾问啦，那各局处相关的局处各自派2至3位，好，集合到阳明大楼的花博办公室去运作。但是我们接了以后，发觉这样的组成的运作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先把它解散，大家归建，然后我们现在要重新来组成我们真正要做的花博办公室。所以原来那个花博办公室现在已经解散了，是，已经解散了。是，那你重新要再组一个吗？那成员是谁？之前的花博办公室是由各局处派2-3位代表，那你现在重新要组成是谁？有比较大咖吗？没有，跟议员报告，现在就是推动委员会由市长担任主任委员，那各局处所长担任委员，这是推动委员会。然后有一个执行的，真正执行的是各局处的副所长要来负责，然后
原来的所谓的花博办公室，就是由农业局来担任一个幕僚跟窗口，这样子。好，王局长，听你刚刚的答询哦，你的意思是现在将花博办公室转型作为一个推动委员会，那么由市长来召集，由各局处的首长来参加，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层级比之前的花博办公室要来得高，是这样子吗？是。好，那么我想对于这样哦，本席就表示肯定，因为之前的花博办公室一个顾问级的进行定来，各局处派两三个人，可见得在过去花博办公室的执行上是没有产生效益的。那么我想再请教局长，那么我们从过去一直到今年，到底现在在推动台中花博的预算上总共编列了多少？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逐年编列，那各局处从101年九月争取到，一直到现在104年，我们总共现在编列了多少钱？你今年有没有办追加？有，保演今年就是报了一个3亿多元的追加预算，就是要我们后里的军营的用地的拆迁补偿，就是地上物的部分，我们要赶快来取得军方的同意，我们来开始来动来整建这一块军营用地。好，今年追加3亿多是要来做后里军营那一块。对，是的。的土地的拨用，正确的说法应该叫做拆迁补偿。是。那么过去呢，就只有今年这一笔3亿多吗？过去编的还有已经有编的1亿元已经支付了，就是跟军方的协调当中，就是用地的取得已经有支付1亿了。是确定，已经支付1亿给军方。是针对什么土地？就是军方的这块用地在之前跟国防部的协议当中需要拨付的。好，那么到目前为止你说的这1亿已经拨付了，再加上今年的追加3亿多，我们到目前就是这4亿多的钱吗？还是还有其他的预算？还有其他的，就像刚刚不是啦，局长你不可以，我问一件你才说一件，你接任到现在也几十个月了、那台中花博现在都被列入国家重大建设，你到现在应该要搞清楚说，那到底台中花博我们从过去胡市府时代到现在到底有多少预算嘛？那是不是有很多是藏在其他的局处当中？这个你们要赶快搞清楚嘛，对不对？今年编了3亿多，然后有动支第二预备金也有3000多万，那么去年编列在今年的本预算当中也有2亿多，去年建设局所编列的，如果这样算预算就有6亿多的预算了。局长你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吗？预算的问题是、还能不能够搞清楚。好，那么我们今年度的预算扣掉以去年以前的预算，我们到底已经执行多少？就是你刚刚讲的1亿已经拨给军方的部分吗？是不是这样？是。所以我们已经执行了1亿的预算拨给军方。好，那么花博办公室现在已经裁撤掉解散掉，接下来要重新来组一个花博的推行推动委员会，当然我想层级可以提高、可以让各局处的局处长来参加，这个当然是正面的，否则以花博办公室过去2年的执行来说，可以说执行是零，而且各单位所派的代表也没有办法去决定事情。那我想台中花博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在林市长任内所面临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考验，在林市长任内，我想水南经贸园区恐怕还没有办法完成，
有确切的时间性的，大概就是2018台中花博。这个对林市长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能不能够完成？其实本席在2012年，当时胡市长争取到这个台中花博的时候，本席当时就曾经说，下一届的市长，民进党市长来接，台中花博势必要成为下一届民进党市长要来接台中花博这个烂摊子。结果现在你看，我2年前就预言了，现在果然啊，只剩下3年多的时间。局长，我想你们要加把劲，当然这不是只有一个农业局的事情，建设局、水利各单位哦，都有需要，包括交通局都有需要配合的地方，所以一些相关过去执行的状况真的应该要赶快去搞清楚。那么我再请教局长，台中花博我刚刚所就教的是过去所编列的预算，那么我们总预算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变动？没有变动。多少钱？总预算还是我们准备向中央争取补助40亿，然后我们市府的预算40亿，总预算加起来81亿。中央补助40亿，我们自己也差不多40亿，总共81亿的预算。那么中央已经同意了吗？这个40亿中央补助的预算，中央已经同意了吗？报告员，在列入国家重大建设的时候，有没有来函给市府同意要做补助？还没有这样的正式的函，还没有同意，然后也还没有正式的函。那么本席以前就一直反对说用一次性的支出，用这种烟火式的预算编列来办台中花博，甚至台中我们知道台中市的负债现在已经900多亿，900多亿我们要举债来办理花博，这个会让我们质疑说花博是不是烧钱。我们现在需要举债来办理，在台中市的财政已经很困难的状况之下，还要用这种一次性的支出烟火式的预算来办理台中花博，这样子的花开花谢到底效益何在？那么我想请教局长，81亿的预算有多少是一次性的支出，有多少是永久性的支出，有多少是用在永久性的设施，有多少是用在一次性的支出？导演，这次我们的规划案里面最强调就是说，我们的掌管希望都是永久性可以永续经营的方式去做规划，减少所谓的一次性的用完即拆的方式来进行来规划。是，那比例上，因为现在所谓的基本规划都还没有提出第一次的报告，所以所谓的几个 person 还没有办法正式跟议员报告。好，可见得市政府到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包括我们的财务规划，我们要举债来办理，我们要做好这些财务相关的负担，看起来市政府其实都还没有想好，还没有准备好。我想在农业局给本席的资料里头，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说，我们有关于园艺的支出，园艺的景观就需要26.33亿。那么包括我们的连外道路，咱现在常常在讲台中花博设立后里、外埔以及丰原等等的展场，这些连外道路的开辟就需要71亿。那当然这些连外道路的开辟有一些是中央会做补助，但是市库也有一些需要来负担的部分，这样会不会变成排挤预算？会不会对台中市的财政已经在负债包括潜藏性的债务已经960几亿的状况下，会不会造成市库一个很重要的负担？那么到底这个效益如何？
我想你不要再讲，就等于你马麦克讲，卡在规划安怎？因为我跟你讲哦，如果你现在的规划还是按照以前市府的规划的话，安尼我跟你讲，哎，这凄惨哎！你现在必须赶快去重新的检视之前花博的设计跟规划到底恰不恰当。以前呢，我还给你胡市长公过一百位，一看到咱过去胡市府团队的花博的设计的时候，他大怒了。他说：“这个怎么会是花博？根本就像植物园。”在当时的设计哦，胡市长的公还跟他植物园呢。所以你现在千万莫个提卡扎诶，迄个设计规划出来。不要把它搞成像是一个植物园一样，我们的园艺景观的经费就要达26亿，那这些有多少是用一用，用完即拆？我们的81亿里头有多少是一次性的支出，有多少是用完即拆，有多少是会永久设施留下来的？看起来我们的市政府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我希望你可以在审查预算以前将详细的计划送给本席，要加油，这个是市长可能下一任连任前最重大的一个重大建设，能不能够完成对林市长来讲也是一个很好。以上是陈淑华议员的质询，接下来好由张昏义议员、张廖万坚议员合并使用。现在请张廖万坚议员。好，谢谢主席哈、哦。我咧想哈、哦，这个今仔日大家拢足烦恼，这个花博到底是办得起来未啦哈、哦？本席在2012年的时候啊，我们拿到那个 AIPH 的这个花博举办的这个权限的时候啊，我就非常的质疑啦哈、哦。等于讲，我嘛捌讲，哎，昙花一现，不到尾啊。这个跟台北市同款啦，开100几亿，伊讲无要开遐济。那台中市即马到底是要开偌济？农业局长，导演就是依照原来的规划，81亿，80亿啊，哎，80亿哦，苏东西拢伫奥利嘛，对吧？即马佫加一个方圆哈。那其实你想想看，2012，我们开始9月啊，到现在我们要求。当时农业局来提出很多的这个报告，其实都是编去电脑的钱啦吼。2012、2013、2014，你看今摆2015啊，哦，嚯，得要3年啊，看到拢无啦。刚才讲有一个顶届办过这个台北花博，迄、那个什么，迄、那个专案主持人讲是真啊无做啊，迄丁差用了丁哦哦。那时候听说要求他的报告有啥细节啦吼，怎啊不爱来？到底现在过了已经，你看看哦，现在2015的5月了哦，我们2018什么时候办？11月，11月了哈、哦，安尼剩3年半，3年半，咱爱来开81亿，哈、哦，那有没有包括道路的开辟？没有嘛？没有，对吧？这道路开辟这70亿都开回啊，等于嘛是开到105亿啊，哦，所以。我们3年半要执行80亿的这个花博的预算，又要开辟70亿左右的道路啊，还怕通的连外道路啊，几啊条哈？我现在欢乐了哈，有法度做到无？葛六，你有信心无？有啊、哦，你请坐哈，副市长，来，你来回答，你有信心无？2018，咱看到的花博会是我们想象中的花博，台北的花博。还是不一样的花博，爱比台北花博更加好。台北的花博更加好，爱比较好。好，剩时间剩3年半，对吧？就是爱加。当时台北还没有开辟什么道路哦，他们只有做，也没有做什么都市计划变更哦。伊嘛不会开这个连外道路，他们就整合哦，他们这个资源都有了，只是整合交通规划空间，台中市。很多都要重来哦，基础建设都没有哦，剩3年半，我想这是您上大的挑战啦，您上大的挑战。我同意，我同意。哦，所以啊，爱好好做啦吼，是请坐吼。我想新市长上任之后啊，有很多政策啊，
都在回应民意啦。其中一个呢，就是讲咱台中市啊，连续两年啊，在这个流浪动物的安乐死方面啊，都挂六都第一啦，哦，连续两年啊，哦，迄个农业局王局长哦，102年、103年，拢是六都第一哈，哦，就是犬猫安乐死加流浪动物啦哈，你资料拢加赶快啦哈，102年4988一年哈。103年下降到3827，欸，也是六都第一。后来市长宣示了要达到这个零安乐死，哦，三年内，哦，三年内零安乐死，哦，但是我们从今年1到3月来看，还是执行了445，哦，还是六都第一。啊，我现在不了解的是说咱这个四年关两年半，一近的哦，三年来我们的配套措施在哪里？哦，咱的这个流浪犬猫临安乐死是口无化化的尔，或者是讲啊，咱的配套措施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经费有没有增加？人力有没有增加？我们对于流浪动物的政策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做一些调整？我再举一个例子，你等一下回应我。动保法的今年啊，2月修法，供咱的家犬或者是咱饲养的宠物啊，如果要生育，没有经过核准啊，哦，要罚钱。我请问在座者呀，哦，家里面有养犬猫宠物的，请举手好不？啊，较少，一个尔吗？卖拍死啦，欸！我唔是要甲恁，唔是要甲恁安怎啦？厝内底有饲的啦，有饲的有几个，拢无人饲。哦，有哦，来，啊你，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哦，你的家里面是养狗还是养猫？处长，哎，欸，是啊，蒋公哦，来，你是养狗还是养猫来？哎，欸，狗，养狗哦，你的狗有没有绝育？没有，没有绝育哦。哎，欸，没绝育哦，欸，但是他生狗要喂，做爸爸喂，已经16岁了，16岁，好，哦，欸，嘿，啊，没绝育啊，好，你讲这个哈，啊我。动保法修正料给你2月开始实施哦。你若想要生吼，爱提繁殖计划、甲管理计划，移交主管机关同意啊，哦，你才能够啊不绝育啊，否则的话要花钱啊。你知影无？杨工，你知影无？你知哦？不知。啊，你十，你是讲我十六，迄已经16岁啊，免绝育也未生啊，对吧？好，来，好，啊，这未生，来，决定啊。像伊这都未生啊吼，按照动保法的精神，伊无绝育啦吼，啊，真劝导伊阁无去甲绝育安尼，无开一条钱，爱罚无？爱罚钱无？我们按照动保法是讲，若无报备吼，是啊，无讲伊就要生，我无下繁殖计划，啊，我无去绝育啊，要罚5万到25万呐，足济呢，安尼爱罚无？我们个案处理啦，个案处理。你请坐啦吼，这就问题了吼。我希望吼，我们作为台中市林市长已经宣示是一个友善城市，我们不希望我们在一个重视人权甚至动物权的时代，让啊零安乐死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我想要记者呢，咱动保法修正动于对源头管控的是讲，我们尽量不要弃养，不要让这个流浪猫犬的问题变成社会的问题，所以咱立这个法，当然很多饲主都卡奈安呢。啊，我狗啊，我都无甲带去绝育，啊，要绝育得要阁写繁殖计划，得要写管理计划，迄要安怎写？你知影无？唔知啊，决定你嘛唔知，来你先讲啊。这个处长来无？动保处长甲了解来，林处长你讲，你知影无？包议员，那个繁殖计划，他这个立这个法的用意就是说，如果说你要繁殖的话，可能就要类似那个宠物繁殖业者一样，你可能就是要写你一年可能要繁殖几头或者是一些规定。好，那我问你，从2月上路到现在，台中市有养猫狗没有绝育，有写计划让你们报准的有几个？啊，没有，没有。好，那你们去稽查，他当然有一个。说稽查后经劝导，哈，经劝导之后，
还是没有做的要罚了哈。你们有劝导过几次？有没有开过劝导单？听说要开劝导单了。是。有没有开过？目前还没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稽查能力？你们有没有？你们怎么会知道人家有没有绝育？啊，人家的动物狗，你是问人家跨洋闯告你讲你这告绝育无安尼吼？就我们可能目前来讲，就先配合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去公众出入场所会稽查宠物登记跟狂犬病的预防注射。可能这部分的话，我们会先。好，那你们的稽查量多少？你们从今年二月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你们的稽查量是多少？我目前来讲，就是话，我们总共去稽查了20次。稽查多少头？大概101头。好，你请坐。台中市哦，我看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了哈。哦宠物哦，犬猫啊，大概有25万，对不？25万嘛，哦。听讲咱的绝育率啊，就是有去结扎，绝育率啊，哈、哦，是六都最高了，哈、哦，59%，哦，59%，超60%，哈、哦。咱饲的宠物犬猫啊，有60%。啊，你要想啦，吼、哦，25万乘以60%啊，也不过15万只这个猫犬它是绝育的了，哈、哦，还有10万只的。换句话说，有10万的饲主，伊唔知影呢。像拄只咱蒋公都唔知啊，伊讲我一16岁都未生啊，我还佫揣佫开一条钱，结要创啥，对不？所以我想，有关流浪猫犬，我们怎么样子对流浪动物，我们真的要达到市长讲的3年内零安乐死，到底是干呐公共的尔？我看我跟你问起来，像新的法令上路，我看你们也都，你们的宣导经费在哪里？有没有宣导经费？你讲过来，有没有稽查能力？包议员，那个宣导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网页，或者是我们会配合我们其他的宣导加在里面。那你们鼓励跟补助的这些这协助猫犬的绝育的经费到底够不够？我去年也问了，也不够。听说到9月、8月底就没了，后来要追加预算，结果太晚了，还有剩欸，还没有执行完。所以你们这个政策到底？是公共的尔，有认真在做哦。今年的经费有增加无？哎，很多那个爱那个流浪猫狗的那个妈妈，爱心妈妈常跑去我办公室啊，甲讲安尼讲安尼，等于讲啊，你到底是咧画口啊？真的安尼哦，他们都很担心。可是对台中市寄予期望，伊干嘛讲哦？林佳龙市长起来了哦，讲3年来零安乐死，要达到零安乐死，即马过去啊。平均一年要4,500只哦，升格之后从100年、101年、102年，差不多拢4,990只。让它实行安乐死，去年少了一点，还是将近4000只，哦。今年1到3月看来是大量减少，但是呢还是六都第一。那我们还有今年、明年、后年，我们怎么样达到真的零安乐死？我现在问了，我感觉你嘛是到底是要安怎来达成？我还是不傻傻。报告议员，那我们今年的安乐死投诉，我们是预计在2500头以下，然后明年的话是1250头，那之后的话就降到0头以下。我想哦，你有一个目标的管理是真好啦哈、哦，我也希望说我们真的能够达到3年内啊，真的零安乐死哈、哦。那新的法规从源头管控到工业类，我看你们也都没有编列任何宣导，我今嘛是在替您。讲你要安怎执行市长的政策啊？就拄只大家做紧张发布，啊发布阁嘛是剩3年半，得要做啊！啊你这嘛是3年来要达成零安乐死啊？到底是讲真诶啊，讲假？当然是一个目标啦吼！啊你是要安怎来达成？我只是讲一个动保法的一个修法，2月上路，我看到咱市长家己官员都知影嘛无济啊，知影无去节约，去用罚钱诶牙手。除了你以外，副市长你知影无？你嘛唔知？啊，厝老饲的，无去写繁殖计划，无去写管理计划，就是讲，伊爱去绝育啦，哦，无嘛吼、哦。大台中地区啊，养猫狗的还有40%左右的人啊，他不知道，也没有去做这个事情。你来想啦吼、哦，一个法令已经改变啦，这么重大的法令啊，很多相关的人都不知道，这也让讲啥，咱的宣导无够。我们的宣导不够，我希望说你们将来在跟这个动保团体或者是动物医院宠物店
或者更多的这些爱心妈妈跟他们联系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好好的透过他们力量结合，甚至编列预算跟合作啊，合伙来推上啊，我们刚才画画我就真欢乐啊，哦，你请坐哦，那个副那个副市长哦，我想我今天提到会去提到这马龙市长起来讲的啊，我拢真欢喜啊，我拢甲遐爱心妈妈讲，哎，三年来没有这个情形啊，哦，但是我看我们这样执行起来，我很害怕，就是我们连很多法令的最基本的都不知道，那源头被管控，咱当然有真侪好的措施啦，吼 ，TMVR 吼，等等，迄种做专业的吼，要安怎来个结扎，协助他结扎、训练、野放，或减少这个弃养的数量等等，我想这个都是经常性在做，哦，但是我感觉啊，吼，大雄青啊，真正要达到一个真正的重视动物权的友善城市，我感觉这个宣导的经费，对这的动保团体的协助啊，我觉得啊不能少啊，甚至很多爱心妈妈跟我讲说，哎，阿林。动保处到底怎样讲？到底有什么公有地可以让我们来设立私有的中途之家？好，接下来高啊，因为当来个混人结扎掉啊，然后再野放回去，或者是说来提供认养。结果咱马龙有合作，动保处你敢怎样讲？什么地当来提供给人做中途之家？动保处你嘛唔知道对不？这个，因为这可能牵涉到说一些问题，然后地目的话可能。好，你请坐，局长，我马请副市长拜托，有关这些动保团体他们的需求，甚至一些爱心团体他们的需求，他们只要是公益性质的，他们愿意出钱，伊要去承租，要去给你拜托公有地来做流浪动物的这个中途之家。有关法令的问题、都发的问题，我感觉啊，恁有义务去开协调会啦。哎，你们知道都发局、农业局，你的职工今嘛合并料可能比较有这些地方，比较偏僻的地方，但是交通还可以的地方，每一样差掉哎。好，环保卫生各方面都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你们应该协助了，这样也可以解决公部门的一部分的问题，也真正能够落实动物权的概念。弃养，咱会减少，一旦有弃养发生，他们会再把这些流浪动物再来加以。哦，基于生命权、动物权，因为个保护和节育训练，袂讲加不，然后野放或者是认养都会比较顺利了。安尼会当做到无？是有，我们有请地震局协助在。地震局嘛好啦，都发局的法令啊，我感觉讲恁拢应该要来开会来协调，释出一些公有地来租给这些，哦，有真正他想要去从事啊这些动物流浪动物中途之家，而且。民间团体，安尼好不好？好，以上哈，各过来请张文议员。谢谢啊，我想还是要再苦口婆心呐，啊，哈，这十万人哈，十万人跟十条那个猫狗的生命，可能就是在你们的宣传有没有有利的这个份上哈，因为花果湾哈，有可能会变成咱有更加侪诶弃养猫、弃养犬呐，啊，哈，这是一定要在这里再一次的再提醒啊。那诶，能不能请问？经发局吕局长六月二号截止的临时场灯，那你知道我在宣传吗？包议员，我们业务科一直有在宣导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市长的重大政策里面，这个都是配套。是啊，但是哈，我伫阮的选区内底哈，我们那边是很严重的有这样问题的地方，很多人是不晓得的啦哈，然后很多人也不晓得说这是咱。其户家的美意就是说六月二号赶快挂号挂上去以后可以后面有一些可以来补件嘛哈，那我期待是说狗牛这边哈用够看努力啦，够看努力来宣导啦哈，因为如果这班车没搭上，下一次什么时候也不晓得了啦，那这些人的问题很严重，我想我们下次今天讲了很多猫狗的事情，没有办法来好好的咨询你，就叫你这个下次我们再讲。不过在这里一定要请帮忙，六月二号以前让大家都能够赶快上车，好吗？没问题，我们来加强辅导。好，那再来，我想要请教我们地方税吴局长哈。首先，我想要先加免那的地方税吴局长跟局里面的同仁呢哈。在有关于这个租税
这个创新教育跟宣导上面哈，我想贵局花了很多力气哈，做了很多创新的项目来宣传哈。因为在你的业务报告来对哈，我看你的成果哈都有很多是有数据的啦哈。那光这一项它是有很多科目很多项目，但是我想要请教局长的是这一件事情，我们用了多少预算和多少人力？报告张议员哈，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服务哈，就是在我们目前的预算的额度下去支出的。那如果是讲我们这次在那个行动一百里面哈，有一个是做了一个 APP， 对，那这个部分我们的预算也不多啦，就是几十万。十几万的设了这个 APP， 那使用率还蛮高的。局长，不是只有 APP 啦，我有很认真的看你的业务报告哈。是。但在我学校的哈啊，我社会的，我媒体的，我网站的哈，各种哈应有尽有啦。其实是在给您鹅肉啦哈，因为这都是很创新的东西，而且是很努力的在做了哈。那事实上今天讨论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哈，咱看到这活动哈。看起来都是非常正向啦，非常美好，然后有奖征答，大家都很开心哈。但是哈，那哪去拄到迄个到了现实的时候，啊，都硬碰硬的破功啊啦。我举个例子来讲啦哈，在外选区来对啦哈，我们有那个旧县府的那个县道哈，都开几块县道出来嘛哈，然后咱的乡亲就想讲啊，大路都开到这哈。啊，咱就来做一下休闲力的哈，就是搭了个房子，然后想说卖一点凉水啊、烟酒什么的这样子，或是做一些小生意。那咱的同仁都来呀，因为伊有一个厝搭伫遐，都来牛，都来欣赏，都来做的跟一切心里如意嘛哈。然后也登记表格啊哈，然后开了这个营业税。然后我们的乡亲很开心的就去缴了房屋税、营业税都缴完了，然后呢，过几天啊，咱就开始咧营业啊，对不吼？都回扣回拿那个翁来菜头弄个挂挂咧，开始营业了。但是过没几天哦，罚单来了，第一条地震局六万过来，都发、经发，甚至消防局通通来了，那怎么办呢、啊？无语问苍天呐、啊！咱的民众都认为讲吼，啊，建户你都给他扣税啊，你闲了起码过来给他罚款。都是像安尼讲啦，我们的民众吼会到服务处来哭诉这样子啦，当然是真歹听啦吼，啊，但是这是因的心声啦，这是讲已经扣税了对不？啊，要过来搞我，要过搞我哩啊，要过搞我。要我缴罚金，而且是很多条、很大条，而且叫你什么时候限时就要关闭，你不能再继续营业之类的。当然呐、啊，哈，我们这个不是在探讨说地方税务局改人家被夹勾被抓了。局长，你知道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啦，都、就是这个意思啦，哈。其实有很多机会，当你们做那么多的宣导，你们花那么大力气在做宣导的时候啦，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啦，就是说我们这张单开出来啦，这加高多少高多少高多少料，你能不能在很明显的让他们知道说你阁下这个营业场所，你是不是会以下会接到哪一些单位来的稽查或是什么，你给他这个资讯，然后你nice 的告诉他们口述哦哈，请我们的同仁口述给我们这些乡亲哈，好因有一个依循呐，好因怎样讲哈，这做行李不是跟他家娘啊过来个什么单位可能会来哈，因为很多人真的是不知道了，他们都以为说税已经缴完了，啊过来这都是横征暴敛呐了，那我相信呐哈，这个市长的民调哈就是在这个地方啦。当然我们都同意这个有房子缴房屋税，有营业缴营业税，这是我们普遍大概一般公民素养都有到这里了，可是他们不能了解他现在走的这个他是怎么地政局来，他就是违章啊，他就是没农地农用啊之类的，那些
比较细节的东西他完全没有办法了解，然后他们就认为说建户啊建户啊你过来啊你过来啊，你几架骨是不是给他剥几条剥几层皮嘛。所以这件事情哈，请问局长，哎，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在这个会期可以，你可以从善如流的在你的这个单子上面，你的缴税单上面能够很详细的很具耐心的告诉我们的乡亲，我们其他的局处可能有一些可以咨询的资料或资讯或是咨询的对象，然后公告给我们的民众。是谢谢议员的指教，那我们会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再改进，就是在未来如果说有这种会涉及到违反其他比如说土地使用管制规定的这 例如这样子的情形，我们会善尽告知的义务。好，这个会期我们就要这样做了。是，谢谢议员。副市长，我能够得到你的保证吗？他们说 OK 我就约。好，谢谢谢谢。好，第二个问题哦，这实在是也是一把辛酸泪的哈。咱来讲到这个，法定空地哈，我想副市长也了解啊，民国七十二年进前啦哈，咱大台中啦，不管是市区还是县区，都有很多这样子的社区，它是整体开发的，然后它的法定空地，因为一就大片哈，几落十间哈，一张建造，所以它法定空地，它建造是用地主的名义去申请，法定空地就留到地主身上。那现在这些法定空地哈，变成继承巷道三十几年啊，大家人在行，大家人在过啊，但是它是地主的名下，地主要缴税，我们的地价税三年一条嘛，对不？搞定。你用跟我讲吼，咱这三年吼，不，咱这最近这些年吼，它的平均调幅有多大？地价税的平均调幅在大台中地区。地价税的调幅吼，它一般是会跟着那个土地公告限值的调幅，可是它是落后的，而且它是比公告限值还要，就是它的跟市价的差距还要更大，其实是非常低的。对对，事实上，但是它是往上调的啊，它无论它的值多少，它都是一直往上调的。是，对于这一些可能没有住在当地，伊无咧行一条巷道，他没有无法享受通行，然后他只有挂名缴税，继续缴税，因为那个税会越来越高。然后如果他上天堂了，这个是父传子，子传孙的，因为这个地也不能卖给建商做容积转移。这个地甚至听说要捐给市政府，起建户马不爱内，完全没有翻身的余地耶。是，报告议员，照理说哈，法定空地应该是跟主建物在一起的。那如果您刚说地主没有住在那里，就会有点奇怪，可能是以前开发的时候，地主没有把地过给这个住在这个房子的人，所以这个可能是为了当初要节省一点税负。局长，七十几年以前就是安呢，这个状况哈，我不知道贵局有没有做清查。在民国九十四年，在大台北，他们就做过有六万多户。那个时候，台北人够他冻未掉了，因为台北的地价一点比咱贵就多了。到了四年、十年前，因都冻未掉啊，因都在讲这个代志。是，这个事情就是非常不合理嘛。地主可能搬走了啦，我说他没有过那个路，他可能搬走了，那他没有办法，他只是一直承受这个税务嘛。所以这个照片在我的选区大里，这大概是四米还是六米的巷道，他把他放了一个货柜在这里啊，他不要让人家过，因为我超级不开心啊，水我在哪地里在走。这个是一个例子。在大里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要挖水沟，因为要防洪。水沟整个房子整个社区的两边的房子大家都同意，中间的水沟两条要挖开来，可是这个巷道是地主的，就是开发商当初的老地主的，每一户都要他盖章啊。那他也觉得我三十年就光缴税，然后你们要挖就来挖，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好像也没有那个义务
配合你们，但是这个是市政府要防洪，防洪这么何其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地主他就是觉得你们只跟我要税呀。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太平有一个很大那个白户的社区，后门被堵起来了，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服务处碰到的啦。是为什么提出来就教于各位哈，是能不能想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啦，因为这个变成再留子孙呐，对地主来讲啦，那是不太公平的事情啦，因为已经是继承道路了嘛。那也许那个，也许局长你会说到那个土地减免第九条了哈，因为有一些地主去询问过，他是说这个是保留空地，所以不予免征。但是，请看第十条，第十条他说那个骑楼地他是可以免征的，骑楼地上面都有建筑物，它都还可以免征或是减免哦。那我们这个已经是继承道路这么多年的做工地，大家行的咯，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凸显了这个租税逻辑的不合理啦？所以局长能不能在这件事上，我们希望能够建请财政部，这能不能把这条法给修掉了，就是让这件事情这样公平一点呐、啊？这个不要让他们再留子孙呐、啊，就是税务留子孙呐、啊，其实已经是大家在走的地了嘛哈，让他合乎那个公平正义的原则。局长有是比较好的、谢谢议员的关心哈。那这一块哈，其实以前在新北市也有类似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容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因为目前这个适用的法律是财政部统一订的，所以就是说，除非法令有修改，然后全国一致适用，其他的区也有类似。是我们来研究一下，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换张立杰张议员。主席、张副市长、各位列席官员、媒体各位朋友，大家午安，辛苦了哈。我们一起熬了一天了。站在财经委员的一份子呢。本来我们是有很多机会大家都见面可以探讨，但是呢为了让跟各位有多机会交换意见呢、我想我还是要提出一些问题，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那么我手头上呢这份资料其实呢是环保局的资料，但是呢我从上面看到一些内容呢跟我们金花局可能有一些关联性，因为它这里面在环保局稽查的，我要求的是污水的部分。当然，我们金花局主管业务里面有工业区，还有一些工厂，他们在申请设立的时候，应该都会有污水处理这一块，经过我们金花局来审核之后通过，他才能够在开发的过程里面顺利拿到我们给他的执照。那我想请教一下金花局，当他们拿到执照之后，后续我们的管理或者其他对他进行了解，我们有什么法令依据或是采用什么方式，我想请金花局长说明一下。报告议员哈，我们基本上哈，因为金花局管理这一个市有开发的这一个工业区的部分，我们有一个这个园区管理股哈，所以我们在园区管理的作为上面，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会在园区里面派员去了解它的这个自来水使用的一个状况，那从一进一出的一个状况哈，来了解它的污水的使用的状况是不是有异常。那这通常我们从这个了解的过程中间，可以了解说它第一个有没有超抽地下水的问题。有没有偷抽地下水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污水哈，如果送的量非常的少哈，我们会个案的去看说它是不是有水循环的一些相关的作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其实就会怀疑说它是不是有异常排放污水的一些状况。你有没有具体的资料？目前的话，我们只有一些管理的一个作为，我想这部分可能只有管理作为，他们整个处理的过程应该再进一步了解。我想
我会跟你找时间要具体的资料。那么因为我今天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来问呢、啊、这是自由时报4月16号有一篇报道呢，他说大理污水厂这个包商绕跑留下2000吨的污泥，当然这个追去向是环保局的问题，不过这里牵涉到的它是大理这个工业区，它是一个工业区，是工业局的一个工业区，所以我想在金发局主管的我们能管得到的工业区里面应该进一步去了解一下。我想跟你探讨的拿这个啦来做开始，是因为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台中市里面自来水的普及率目前大概多少？全市大台中大概是94.06%左右。有那么高吗？有，这是104年最近的资料。好，那没有自来水部分，它是不是饮用地下水？全市大概还有16万户是没有饮用自来水。16万户没有饮用自来水，那它的日常生活的水源就是靠地下水。或者是藻井，藻井也是地下水了，对不对？是。那么这个是牵涉到一个实质的问题。我们晓得，我们公共事业单位这一部分有没有去针对这16万户没有自来水的部分，他们说饮用的水去做一个饮用标准的一个安全检查，有没有？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要跟这个自来水公司来合作了。我们不是有简易自来水吗？是，我们的确是有这个计划。是谁管的？是市政府管的。是。那你现在去做了解，因为根据本席在台中县议员最后一届任期里面，就曾经发现到，就台中县市交界的地方，就是潭子的嘉兴里附近，啊，还有头家东村，以及我们台中市的这个旧社这边，他们饮用地下水。后来检验的结果，地下水重金属的含量超标。本席当时是台中县议员的立场，要求台中县政府赶快辅导在当时的潭子乡这些居民去赶快跟自来水公司要求他架设主要的干管，然后他有提供最后大家都改用自来水。那当时的台中市我们不晓得有没有处理这一部分呢、啊？所以我牵涉到这里就谈到我们饮用水跟这个金发局有关系，所以全市自来水的普及率你有办法在什么时间内让它100%都达到有自来水可用？跟张远报告哈，100%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因为大台中幅员非常的辽阔，它海拔的差距从海拔零下到高山、哦、所以我想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讲到等一下我跟你探讨的，我们现在很多我们的民宿山区这些民宿或者山区的餐厅很多都没有使用自来水，它使用的是所谓山泉水或者是地下水，那么我们希望当然这个要配合卫生单位去做了解，这些饮用的水它的重金属含量或者其他的含量是不是超标，对人体健康会不会造成伤害。我想我们既然金发局也管了公用事业这一块，这一部分当然不是只有你金发局能够立足啦，整个本身去把它弄好，我希望金发局能够主导跟卫生局跟环保局还有农业局，你们要去争这块，才加上水利局，因为有关水的问题管的单位太多了，但是饮用的单位使用单位只有是谁？老百姓。所以我们政府如果不能够给老百姓一个能够喝水都安心的一个环境，那就是我们的过错。所以本席在这边建议你针对这一部分应该再做进一步的去了解去探讨，希望自来水的普及率能够尽速的在3年内让它达到最高标，没有办法会饮用地下水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辅导他们去做安全卫生方面的检测，我想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是饮用水的安全、啊、接下来我再请教金发局一下，现在潭子巨星园区你们那个公是要开辟一个产业园区是不是？是。目前你的进度到了什么状况？
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早上才刚内政部开了一个土征的一个审议，那这个部分是处理太平的案子，不过它具有一些指标的性，因为他认为说我们在太平，我们愿意跟台南光是愿意跟我们用这个合作开发的模式，所以呢潭子巨星大概也会比照这个合作开发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部分。私有地多不多？私有地的部分其实私有地只有 0.35 公顷，是属于台中农田水利会的部分，占 2.37%。 其他全部都是台南的土地吗？14.17 公顷，96%是台糖的土地，那么其他的是公有的土地，只占 1.63%。 对，那还有呢？不过还有地都没有民间私有地哈、哦。应该是说我们在征收范围连外道路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民宅，只有在道路民宅部分是。那我想，因为你是那边应该是灰都土地吧？是，而且是特定农业区吧？对，飞都的特定农业区。那你没有征收的法令各依据吧？没有办法。所以你在处理这块的过程里面，本席在这里先提醒你，一定要计算成本。如果是台糖的土地，他提出来你们的征收方式，将来计算的成本，我想你在定案之前，应该把计算成本先算好，不然的话，你开辟的这个工业区，将来的成本太高。张副座，这一块你应该很清楚，工厂的场地在多少的上限是比较，不要超过多少上限是比较合理。报告我，成本系，我哋工业区吼，一直跟人讲吼，你基本上十通万大概也可以接受了，更加管路大概。但是十通万税十万到十九万啦、啊。我那里啊，我是那里十二到十五，来目前呢，较早当然较少。所以这个。张副座，你要了解，你即马讲用征收个台糖，台糖是一个事业单位，对，他不可能，我们让他有借这个机会，对，你是去乱征收，什么方式？我们希望把这块土地的成本压到十万以内，对，这样真正才能够让厂商去用。我个台糖的董事长真正在收钱，我讲你提个钱，你到时你分了嘛？我们知道了，很多地方碰到是台糖问题了、但是你们没有法源依据，你没有办法征收。除了台糖这些大地主以外，如果有那个小地主，你们还注意哦。所以呢，大陆讲叫做钉子户了。对，我你没有法源依据的话，我就是不卖你。没有错，没有错。你拿我奈何，奈何不了他。所以这一部分，请你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好，请坐哈。现在我想请教一下农业局，今天你从头到尾都要被问了，那我给你轻松一点的问题了。今天我们卫生局在台中市已经查到很多饮料店所使用的红茶有其他农药残余成分，那我请问你，我们以台中市目前我们的茶叶产区是在生产的过程一直到工厂出来，农茶叶的农药残余量我们有没有做检查？有，都通过吗？没有，都通过。那我刚才告诉你哦，台中市现在目前茶叶的产量，它是非常高经济作物哦。是，你说福寿山的也好，你梨山的也好，大一岭也好，合欢山也好，一台斤都是台币好几千以上哦。那如果你在这个中间不辅导农民，你让他农药漫无限制的使用，到最后。整批都查出来这个不能用销毁的时候，那是除了是农民的损失以外，也是本市台中市农业的一个大耻辱。为什么？农会局长本身你是安全农业的推动者，对不对？是安全农业的推动，目前我们市面上有讲到很多有机有机的，你告诉我他们讲的有机是不是真的是有机？你回答我一下。包言，就目前的管理办法，好、你如果自己讲有机，你就一定要是有通过有机认证的规范，然后取得那个 logo， 不能自己随便讲。你有机认证的这个单位有没有公信力？他是哪一个单位讲他有机，我们才能相信？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挂的是有机的蔬菜，好像是蔬菜。结果验出来农药残余量很高。你身为台中市的农业主管，
我们有很多菜农，我们每一个人都每天需要做这方面的饮食需要。那你如何提醒我们的市民，针对有机和安全、没有农药的这些食用的水果也好、蔬菜也好、茶叶也好，怎么样去辨别？你能不能找个机会做一个宣传，让民众能够彻底了解外面坊间所讲的有机是真的有问题，我们怎么样去把它追出来，它那个有机是真的还是假的，可不可以办这方面的宣导？可以，因为我看你农业计划里面提了很多很多都是所谓宣导计划，独独没有提到对农药使用以及我们目前残余量的检验，以及如何认为它是安全的可食用的农产品。我要向农业局对这一块没有琢磨，是你能在这个时候你告诉我，你接任以后你针对这一块真正能够提升我们市民健康每个人都需要的这一块，你如何让我们民众去了解去判断，你简单的30秒说明一下可以吗？对，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像议员刚刚所讲的，我们来加强做很明确的先导，让消费者知道怎么去筛选好的产品。另外比较重要的是农业局要负担所谓的源头管理，就是从农民的生产面这边来加强推广交易，加强辅导，从源头让他的产品就没有问题，那后端其实我们就减少很多的抽验的成本。你从源头开始，后端的加强管理有一点很重要，你敢不敢做，你去把它检验，你把它公布，哪个地区什么这样的作物它含农药超标，我们外面常听的含几，还有很多的菌，还有很多的青菜蔬菜我们都不敢吃，甚至有菜农回家之后那些菜不能拿来养他们家的鸭，因为鸭吃了会晕眩，会倒在地上。这方面我希望你能够有定期的刊物、定期的检验的结果、定期公告一些没有道德良心的这些作物，让大家了解，你可以做到吗？可以，可以哈。谢谢。好，那接下来的蔡成圭议员、赖顺仁议员两位改书面质询，所以今天的质询就到此结束。